然后拍我的手。嗯，好吧。拿螺丝的时候慢一点。你不拍着吗？你拍着。行不行啊？你这不要螺帽吗？不要了，这么爽啊。那我给你留个歉意，到国外。你上不上天？我要喜欢你这口。我也喜欢。这要调到中间吗？再看客户自己调吧，客户想调哪调哪。
后看一下你，露个脸。你的声音已经露了。嗯。第一幅也是你拍的。嗯。第二装的也是你拍的。什么？那个第一个装装的这个也是你拍的。行。嗯。这边截拍也是你啊。对对。那以前抱怨你多。那搞个 DV 摄像机嘛，我有没有？哎，这个，小没开到，这角度有没有要求？没有，自己调整。
错了吧？凤凰在下面，凤凰在下面，一样。发现他是不是螺丝上好了？嗯，发现他们是螺丝上好了吗？那。
OK 了。嗯，好了。OK OK。就这样了。好，然后动作一下，转一下。嗯。转。动不了了。